恭喜啊！我们这还有宣誓录像的服务，全套的，来全套，应该不便宜吧？对了，不就这一次？来个全套，来全套。好嘞，稍等。两位可以了吗？我马上可以。哦，等一下，衣服怎么扣的呢？行，那我开始了啊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上孝父母，下教子女，互敬互爱，互信互勉。今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无论富有还是贫穷，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的誓言。宣誓人田荣。梦想不会总是遥不可及。说咱今儿都领证了，不吃顿好的去？是应该吃好的，而且你点的都是我爱吃的，真会点啊！这民政局是真神奇，进去之前还是女朋友呢，出来变媳妇儿，合法吧？我也真没想到，我连父母都没通知就把自己嫁了。那我是连老丈干子都不认识呢，就把人闺女给娶了。那我还跟你亲爹吵架呢，我还是把他儿子给收了。对，那我来蹲个耗子，没得比的是吗？啊，来，干杯！来，这喜宴啊，一辈子就这一次。那不得喝一交杯啊？在外面呢。没事，来来来，来。心房慢慢抹去一次次受的伤，慢慢学会坚强。我这差不多了啊，新娘好了吗？啊，马上好了，马上好了。哎，我这衣服是不是太小了？哎呀，行了，行啊，你有的穿不错了，坐吧。我不坐下，你坐吧。我穿着裙子怎么坐？你坐下。好了吗？啊，好了。来，坐腿上。真行。那个，新娘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又怎么了？我想把那主卧退了，我留着厅就够用了。那伺候我都还没租掉，你主卧又要退呀？你这不也看见了吗？我这生意很一般。那行吧。老规矩，你腾房我找租客，一天都不能闲着。好嘞，谢谢。还是那么抠，不然怎么抠出这个家？我也是这么抠来的。看镜头，微笑啊。嗯。亲热一点啊。哦，亲热啊，行。大哥，亲热不是亲，有点着急了。这样，哎，你看着他，你按着他，畅想一下美好的未来。行，对，美好，对对对，对，感觉全对啊，保持住。你这是不是有点太近了？都快对眼了。哎，非常好，保持住啊，来。想什么呢？我在看啊，这外面万家灯火的，我也终于有自己的小家了。老婆因为有啊，就你凭我不就是这意思吗？小家不就是你跟我两个人吗？真是。哎，刚刚拍婚纱照的时候仔细看了一下，发现你还挺帅。就有点垮。你是才发现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打第一眼看着你就觉得你漂亮。就有那么一丢丢的土。你才土呢！你最土，你全家都土。哎，对，媳妇儿，那哥们儿不是给我介绍一工作吗？这两天就能上班，等到时候发工资了，咱找他整婚纱照去。现在这就很正经，怎么了？我们刚拍的那不正经啊？不是正经婚纱照吗？是，那我们现在是正经的合法夫妻，行吗？
理说咱也都合法夫妻了，就别睡这上海铺了呗。你不睡这儿不行，是我要出租的。租次卧，主卧我租了，我跟我媳妇住，行不行？行，那你给我房租吧。我，你付吧，来，掏掏到你兜里，你有钱吗你？我肯定付啊，肯定付。终于躺到床上了，还是睡大床舒服。你这睡的是床吗？你这不是睡我胳膊呢吗？那你起开，你到边上去，你睡高低床吧，我自己睡。你怎么个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合法了啊啊！哎呀，杨，服服了！哎呀，不来，你被压死我了！哎，等一下，电话！哎，电话！什么话？你不是真的有电话，说明是客户呢。来来来，你起开，你起开！哎呦，我妈！不是。哦，喂，妈，怎么啦？哎呀，蓉蓉，你说你咋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嘛？啊，我准备洗澡睡觉呢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蓉蓉。你呢，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，不要整天就房子房子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一天到晚的也不知道想啥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大姨邻居家的小舅子也在北京，人家研究生毕业，在事业单位，这不一直忙工作吗？就是单着呢。你大姨一听啊，这条件不错，你见不见？不见，这有啥见的？那大姨说的话你能信啊？他之前跟我说北京的房子不能买，一准跌到鼻青脸肿。我是听了他的话，我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。哎呀，这次是真的，我都已经核实过了。人家那个男孩子有才，咱家有房，合适。合适什么呀？合适，我房子能带他住，他至少能分我一半。真是这种赔本买卖，迟早别干。我告诉你，蓉蓉，你现在咋是个这呢嘛？这结婚又不是做生意，你说话口气也太大了吧？我看你这就是变质了，而且你经常也不接家里的电话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每天在北京都干啥呢嘛。我忙那四套房子呢，是还贷很辛苦的。哎妈，我那水开着呢，要洗澡呢。啊，我不说，我洗澡去了啊啊啊！挂了，拜拜。完蛋，我妈要给我介绍对象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可是有夫之妇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我妈不知道呀。我现在就给打电话自我介绍。哎呀呀呀，自我介绍什么呀？你要工作没工作，要钱没钱，还跟家里闹翻了，自我介绍一片空白。你打算介绍啥？我就说我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行吗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有证，结婚证，朝阳区颁发的呢。哎呀，咱俩那是激情结婚，爸妈小地方来的经不起吓。你让我想想，列个计划慢慢告诉他。爹气坏，你当买房呢？你还睡不睡了？你不睡我睡了啊！我睡到床上。睡哎呀！你可值钱！你压着我头发了！哎呀！